你们，这是我专门给你挑的，献给世领导的花儿，你可以不理我，但总不能把花扔了吧？谢英梦的花篮有问题。 谁还行啊？我告诉你，这跟你以前见过的土炸弹不一样，这是最新型的定时炸弹。定时炸？哎，不对不对，从这布线上来看，它没走定时器，这定时器是假的，是个伪装。哎，这里是微型雷管，我认识。 这应该是个接收器。什么意思？这应该是遥控炸弹。那遥控器呢？应该在杜山云呢。你的意思是说，只要杜山云一摁遥控器，它就随时会炸？应该是这样的。你先别说话，我把它拆了。嘿，有事你干嘛？